这么一点。你俩是这几个？表情再酷一点，表情酷一点，就是。稍微松一点，因为你。一按就中，我本来还不想这个有毒。下，拿着你的这个中奖哦，第一个是第一个，我们要抽两瓶，对，我们要抽两瓶啊，是不是？抽两瓶啊，一共是八个人。柑橘。第二个是柑橘栀子花。嗯。柑橘。拿第三个。嗯。抽三个。抽八个。位是龚俊和什么的粉丝啊，然后第五位是鸵鸟的菠萝夏天，来恭喜这五位小伙伴，请你们先。还需要读一下，就不太好。啊，是吗？要读吗？好的，来恭喜我们的龚俊和张哲瀚的粉丝，好吗？请你们截图一下，来，请这五位小伙伴们，请先截图一下。